叫什么来着？凯旋。感觉摸鱼的冰淇淋老板的小花花。接斧子过来，我只要过来过来过来。我想卡四眼。真来啊，兄弟！三只钩都没空过，三只钩。我操，开了是吧？严查，之前几个赛季是大师宗师，这赛季翡翠上不去，那也太抽象了吧，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，哥。尼拉玩是能玩，但是反正是被砍了，没之前那么猛。真勇啊，小伙子！他们俩竟然不回去，我操！看不到了，感觉被我打中。我扛，我扛，啊！他们回去了。三次炮车了，完了，完了完了！大哥，你是真这能勾不到啊？我操！我他不走了，我以为他没看见。反应。尼拉为什么要削啊？我操，尼拉又不厉害。尼拉之前多强啊，52胜率吧，很强。往下走。啊、我已经死了，死。把车要控控。我死不了了，我操！我这个被动加我这个将近1200血，直接被灌死了。萨拉斯伤害确实高，但是也就够杀一个人的。先做了个鞋子，我说怎么跑这么快？他妈的，往下走！他妈，我先走马上走。好，在塔里面勾就摸奖一下子。是摸到的，就是头奖。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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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我就在地上动都不能动了。一脚是一甲闪反应过来了，还有一刀。跟你说，这个他会往回走。出塔，先出塔，先出塔。让他触发不利，不利。还行，我被动拿了就行。走吧走，这俩人伤害挺高。而且我，没出来这个。自己为什么不带那个沙皇啊？从刃啊！我操！我不相信你啊！不是吧？这么顺还不相信我？这不是第一把吗？你要说你是小海，我肯定带从刃的。小孩的不想不想啊，简简单单。这线都不吃了吗？这样其他 AD 都会就不会德莱文，那你就可以不玩德莱文。这英雄不是说你非得会玩或者怎么样的。一刀一个我怎么补啊？等着 A 炮车吧。随时可以 Q 他，现在改了不能 Q 他。啥呀？ Q 他，就是你 Q 的时候可以转钱。哥们儿，你真不吃啊？他直接在后面洗澡去了，兄弟。啊，是不是不能这么说呀？吃饭去了，他在后面。月了吧，我被动有点多，我说实话。冰雨晚上好。378，我操，好爽。卡莎的尸体怎么是一块黑呀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，可以打。咱俩就带下路吧。谁来砍谁，现在是。傻逼吧。A 塔不能丢斧子是什么时候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没怎么关注过德莱文这英雄。我就记得之前有一个版本征服者德莱文特别猛，
那个时候我都在玩，我就那个版本才开始练的，因为确实太强了。给一脚啊！他有闪就不杀了，太好玩了，真的是。刚开始不好玩，因为选不到，都被办了。出三项的话要带七顶神仙，出仙刀带就带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凯旋。完了，兄弟，我没有闪这波，他俩硬杀我。这歪的也太离谱了。不是他不走位的呀，他正常人都是要往下走，要么往上走。不是，不是，他都往上走，我没预测到。后边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飞起来了，飞起来，干他！不行，我被秒了。你很难想象这种画面。这把双排就不用破剑者了，当然按理说其实也应该出的，他们这个阵容太肉了，不太脆了，伤害都太高。小心小心！看到了。我这钩子多抓立功。确实立功。小炮不能出破剑者，德莱文最近能出破剑者，因为他不是很吃攻速。哎，你人呢？哎，操了！你会玩不需要手的是吧？卡莎是挺简单的呀，进化 Q 就好了。现在卡莎不是那么简单的原因是现在没有什么进化 Q 很快的涂装路线，要三小剑能进化的话就舒服。你不够这个，勾着一只，我操，他就是给我秒了。我操，这杰斯伤害也太吓人了，这瞎子为什么不直接踢呀、啊、危机感，我怎么感觉用联盟现在危机感有点欠缺呢？现在就是什么玩用联盟感觉，我操，玩两天可能第一天运气好点排的人还行，第二天第三天连排两天傻逼队友，然后你就不想玩了，觉得这游戏太傻逼了，好恶心，然后就去换个游戏玩，然后你兜兜转转去玩别的游戏，玩一圈回来发现操还是英雄联盟好玩，然后回来以后你又玩几天感觉他妈傻逼游戏，真恶心，给我排弱智队友，感觉都是这样，就是你几天不玩吧你就想玩了。我操，跑不了，我操！怎么没卡他急了？我操！快跑，瞎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妈的，你们两个，一刀一个，兄弟们！
来来来，五杀五杀五杀！这你是真等级炮车啊！我操，你是真懂啊！这个瞎子才是牛的，懂懂。我换个号，我换个号，等我一下啊。OK OK， 我先复制一下你的 ID。